边的请，这一边的请，这一边的请。对，如果你是一 C 嘛，对吧？老师，是啊，也是。你记袂着，伊是你知伊唱歌，伊唱了就爱安尼看真歹唱的，伊就爱卡雷的点声，伊的头发拢会走出来。所以无卡雷，伊是叫个。迄个是叫乌龟咩？什么叫啊？来，大声一下。是啊，老师试试看那听。如果这是什么？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鸟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。如果你敢去唱的，我毙你！我高凌波，你高凌波。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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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来了，高凌，再次掌声鼓励。
直到天长，直到地老。再一次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。再来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。Q 老师，肯定不敢跟我多等，这两个姊妹害你不成。你燃烧把火鸟，你看他连你的头都给你断掉。我唱的时候是好好的，你们两姐妹一唱，不是这边断，就是那边断。我是有苦衷的，林姐。什么苦衷？因为以前高大哥在的时候，他每次来新加坡。叫我们主持，叫我主持，叫我们合影，他一去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他叫你们合影，有没有叫你们去睡觉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有叫我们去房间。哦，是哈，有去房间干嘛？去房间拿红包啦。他很好，其实外面怎么传？我说传，我说高凌风来了。我跟你讲，钞票在这边啊。我们这边的理事跟一些老板算给你们。最大的帮忙就是那个 gas 老板 ，gas 的老板跟他讲要不要娶小老婆，我去，我今晚就牺牲娶小老婆，燃烧吧，我去，娶小老婆再收两个人，600，600，600，对不对？是哈，给谁600？900，他一人600，600，加起来是1200，我才900，对不对？好气。以后你看到女孩子穿这样，你最好不要在前面哈料为轻啊。